我的已经弄完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吗？猪啊？为什么有五只？你是猪？切！不是，我们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当猪啊？那你还买了两只猪呢？ 爸妈银欢快乐！哎呀，好吃好吃，谢谢谢谢！哎呀，宝贝儿们，谢谢谢谢！不是你跟叫什么爸妈，那是我爸妈，你叫叔叔阿姨好好的。你懂什么？咱们这叫整齐划一，整齐一点，明白吗？是不是？姐，爸妈都应声了，你可不能耍赖了。就是。哪味儿你啊？啊！ 这一桌子菜，除了这个甲鱼汤是钱薇炖的，其他都是我和姐夫做的。这我就放心了，肯定没毒。我就知道你会这样，小人邀功，还好我提前准备了。给。嗯。我看你们两个看这个好酒了，刚好最近天气挺好的，你就赶紧趁着这个机会出去玩一圈去。罕见呐。 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你钱伟铁公鸡拔毛。哎呀，这个太豪华海景大床房，这一万多呢吧？发财了呀，他。哎，对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我预感超龄的，你们非得不信。大一的时候就看好那个乔布斯，买了好多苹果的股票，这不就赚了吗？好不容易凑到这个钱的。真吧，真吧，真吧，好。哎。 少等，我就知道你会给我们惊喜，所以呢，我今天要给小维一个惊喜。我足足等了3年，本来打算婚礼的时候再给你们，但是我觉得今天也挺合适。等会儿，哎哎，说，还有我那份，等着瞧。<笑>你看人家叔叔对我多好，是吧，钱伟？ 你不会还给你的陆巡买了影楼婚纱照大全套吧？那我真的是太开心了。哎，要是有这种机会，某个人应该比我抢先吧。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放好东西，碎了好几次了都。